英门哈，这块呢，开始算作如实之苦啊。这块呢，也不是呀、啊。这块就是吼，还个咧培植福德呢，因为伊真正福德性还未出来。好，但这福德性吼，还个不是咧讲功德哦。菩萨啊，爱八地以上才开始讲功德啊。所以梁武帝讲吼，讲啊，我做这么多事吼，有没有功德啊？啊，达摩祖师就甲讲无啊。啊，我一听一下吼，没有办法接受了。哦，啊，以前那无法到接受呢，因为伊术士的累积都无够啊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那个点睛咧，伊听无啊，啊，刷咧吼，佫听袂落去啊。啊，现在听袂落去啊，因为吼、哦，迄落的水也袂清的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人若要吼，人点的话听会落去吼，都爱落的水清咧，就顶底啦。啊、哦，所以咧。在还没沉底以前吼，人拢爱足侪练，爱足侪去练这个机关啦。所以有诶，得意先意志来，啊再来达达我的关啦。哦，啊那吼，啊无我都双运吼，也无我都算理路啊。所以双运料叫算理路啊。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说到底是要什么程度才是算更新理路叫什么，所以达摩祖师二路四行观理路行路啊，说实在只要理路就相当难了。再说来才开始叫做无量，明明的三观哪会无量啊、哦！你想，那边变的三观太变无量，其实就是吼、哦，众生的妄心无量，所以对治的三摩地就成为什么无量？安尼了解哈、哦？啊的这款分别心无去。了，这款分别心就造出来啊！啊，这分别心出来了哈，叫做陀罗尼，一尺不忘啊！啊，我比例给您听了哈，我来这讲的时阵吼，之前我都无想着讲啊，我今仔去要讲啥啊，但是吼，我一上台了吼，那个。一直就跟他，跟他还抓嘴，我一直闻出来，还叫做哈，还叫做，唔免去记的陀罗尼。那第一下好来考试，是不是拢爱记？哇，明仔载要考试，我今仔要拼到深夜两三点。哦，啊，明仔载哈，明仔载考试的时阵，家拢当然。不是如理哦，如背写出来，不是如理如实之啊，哦，如背的写出来，啊，写出来了，考试结束啊，就开始行了了去，无一项留落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的教育顶多嘛是安尼尔啦，咱的学校教育顶多嘛是安尼尔。啊，佛法教义就不同啦。佛法教义吼、哦，你这个妄心也未出来吼、哦，主人吼、哦，这个比较明净啦，明镜。所以妄心未出来吼，明镜就出现啦。啊、哦，所以你来了解吼、哦，有两种书啊吼、哦。
有两种书吼，啊是倒一款书较要紧啊？应该是面镜师傅较要紧啦吼。所以恁想看卖，恁若无接近三宝吼，啊是毋是都无多接近着这啊？啊无多接近着这吼，世间是毋是开始黑暗？啊苦是毋是开始来啊？所以我甲恁讲吼，嘿。第四代搁较多吼，你都莫留个，踮个说，踮个踮个厝内听，因为吼，你无到接近的名师啊，无到接近的名师吼，啊，你都要准备黑暗嘛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吼，你的福报都还没有够啊，世事的累积你都还没有够啊，所以吼。根本吼，你都无法度伫时间上安尼啊。所以吼，你也较容易碰到这啊，啊较歹碰到这啊，安尼知吼？啊碰到这吼，伊若无明吼，伊也无法度甲你点啊。啊，世间是不是就变成黑暗啊？就未明啊嘛，对不？哦，所以吼、哦，你乃如实知什么是苦啊？哦，啊那，你无迄个一面碰着迷失吼，还叫做苦地来了。啊，苦地来吼，就因为你无明吼，所以极地就会来啊。啊，所以吼苦集呐拢来吼，啊，你要灭道就无可能啊。人有无始劫以来吼，在某方面吼，很执着的所在啊。啊，这个啥物人较清楚呢？这个名师开。太知影，为什么？因为迷失伊无这个心嘛，无这个心，伊自然就知影你的问题伫底啊。啊，你若无迷失吼，有这吼、個，有这的名气有啦，啊吼，唔是明镜啦，啊，所以伊唔知你对倒有问题，伊无法度甲你点嘛。啊，人就因为无人讲点吼，咱就永远伫个迷，吼、哦、迷惑中啊。好、哦，我们讲吼，爱尽信三宝，爱礼敬三宝啊。这款一面吼，你若无记账吼，长夜无眠。六道轮回吼，都可能爱继续。好、哦，佮说来吼，咱来当人家吼，这个心袂出来吼，自然烦恼都袂出来啊。啊，烦恼袂出来吼，迄个这款物件就较袂出来。啊、所以这个东西不出来你自然那个陀螺尼就一直出来了，为什么？因为 你会从利他的中间开发智慧，所以菩萨登地以前是无烦恼障现行，登地之后不敢啊，因为登地了一开始我都利他嘛。啊，为什么我都利他？因为伊个心吼，未去互这两边夹掉个啊！啊，心若未去互这两边夹掉个，伊心就会应激处理这啊，应激处理这啊。这菩萨若要利他，爱见性面，爱啊面，一定爱啊！无吼，无功夫让利他，哦。啊，就因为在利他中间吼，啊帮助人定，
啊，吼，训练家己无我啊，那个自利又利他，所以吼，在这中间吼，诶，所知障的一点突破啊。这菩萨登地量吼，因为利他开始破啥，破所知障，那应机的功夫也愈来愈厉害啊。所以登第六第八第九第十第哦，弄无同款的感觉，在这叫做愿亲等舍。登第啊，愿亲爱行等舍，意思的讲吼，你搁甲你搁甲愿亲分说清楚吼，你还搁会起贪甲起嗔呐。对对，亲力也贪呐、啊，对愿力也嗔呐、啊。哦，这菩萨登地的条件哦，愿亲一点爱，等死。哦，都因为哈、哦，你老这两个想哈、哦，一个安尼嘛，课程所劳动，随境还。随境还的时候，这心叫你个幼儿啊，回境叫做还，回等于境，回等于境吼，变作泡沫啊，大海大无去，啊，人唔得讲吼，众生拢有佛性，对不对？啊，佛性有失去的时无啊？有啊，妄心一出来吼，佛性就失去啊。但是哦，还佫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讲，有人安尼问人啦吼，问人讲，啊，到底一禅题能不能成佛啊？一禅题能不能成佛？一禅题您知啦吼，一禅题的上根断尽了。上根拢断尽了，到底能不能成佛啊？那个依啥？依理俗来讲，还是爱依二谛来讲啊？一禅庭能不能成佛？爱依啥？依理事来讲。为什么啊？理上众生都有佛性哦，可以啊。哦，行了，这是理啊。有人会问讲，五蕴是不是佛性的作用啊？五蕴是不是佛性的作用？是呀、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是插头啦。所以五蕴是佛性的作用，因为伊不是插头。哎，那刀啊、椅啊，还叫插头。还有无佛性啊？哦，但是哈、哦，神经断尽哈，表示哈、啊、失去本性，完全失啊！因为无始劫以来哈、哦，根本都冇见过佛性啊。所以哈、哦，世上哈、哦、无道啊。安尼了解哦。啊，无人会想，人家众生拢有佛性，啊，咧，我都阮先佛的，啊，我甲你讲，毋是阮啊。理上是会使啦，事上吼无多啊。哦，过来吼、哦，搁一个问题啦，理性会当回小相大无啊？同款啦，理上可以啊，事上哈、哦，事上哈、哦，无法度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哈、哦，本性歹改啊。应该讲啊，讲自性啊，
自行歹改。哦，因为吼无数劫以来吼，有可能你干那偏一边，啊偏一边吼，这边的福吼拢唔捌结过啊。所以我拄下讲个，除了吼煮彩虹纸，就是哈讲法宏听，来讲结善缘。哦，你看，恁即马遮侪人咧听对不对？哦，啊，我那来用煮的吼，哇，我来开始点点到几个啊，我要煮偌济量？所以有那时啊，讲法吼，结的缘吼，较侪啊，就因为听的人侪，啊，要结善缘就紧啦。哦，所以讲吼，要结善缘的方法哦，就是讲法也好啦，还是讲吼，还是讲哦，发心吼，煮彩虹纸啊。这款要结开，速度较紧啦。哦，啊无吼，你敢那面对领导的人哦，啊领导的人加起来才几个？所以吼，人爱向我讲结善缘，唔免啦。啊，无你较碰到恁家的人，恁家的人加加起来才几个呢？啊，煞来买定，恁家的人阁唔听你讲。啊，你看，啥物都无。啊，所以讲吼，资料就是有这个缺点。罗汉吼，理性吼，伊就无多安尼啊，性。在因地的时阵吼，都无一款神地性咧教，啊无一款神地性咧教。若讲神地性嘛是理性的，教尾啊就是，伊性就变作歹改啊。哦，所以要成分吼，真正是无简单啦。你的种性也袂歹。啊，刷的神地性啊强，那叫啥？主因加啥？助缘呐。主因加助缘呐。啊，但是这主因加助缘吼，嘛都爱你看有啊。你若看无，你嘛是叫失去啊。哦，所以讲迷失吼，爱适度啦。大家吼，立性位啊，已经知影，已经清楚啊。了吼，开始吼自度啊。但是吼，唔是讲自度吼，缘就无伊啊。反而吼，会当自度的人吼，菩萨佫愈兴趣啊。安尼，恁了解吼？会当自度的人吼，菩萨佫愈兴趣啊。为什么啊？如此可教也，所以人的助缘是咪掌握伫家己啊？啊，我那点点，人的助缘有掌握伫家己无啊？所以吼，爱认真唔免啦，是咪爱好好深入经藏啊？虽然迷失失度啦吼，啊迷失失度嘛都爱有累积着啊。哦，啊，到有一天吼，你入圣位啊，啊，主因已经记着啊。啊你想，主因已经记着助缘的强未啊？绝对会嘛，因为这菩萨的愿力嘛，哪有可能？菩萨拢有法愿的，那个法身大师，那拢一定法愿的。
所以吼、哦，做人掌握伫家己啊。啊，你免哪，你免哪吼，你免哪，互家己的做人强。这开发唔免。所以爱常常开发菩提心嘛，爱发愿，僵持身心吼、哦，奉承刹。是则名为吼、哦、报恩呐、啊，所以一个人呐，我都报恩吼、哦，哇！你要成就佛道吼，我看难。因为感恩嘛，没感恩，你无法度全身投入嘛，你无法度身口意完全投入。所以人无数劫的劫是怎么来发愿来，无数劫的劫要消吼，要发愿，无要消这难哦，都因为对这法知影了，你就肯发，啊，那就无拢发不出来。迄愿发出来了吼，即款怨亲的迄款等数的。会功夫就会出来啊！为什么啊？因为吼，你的心较袂伫，拢伫家己的亲人嘛。哦，你看，我即卖一人吃全家饱，我是不是全部的心拢会当互大众啊？这就是愿力来嘛。啊，这款原理才出来，啊，无免啊，免啊会当怨亲等死，它有较简单。哦，再来就是哦，自他平等啦。哦，有那些怨亲等死吼，还够第七的莫那伊啊个底的，还够五吼，还够会偏五。啊，像咱那偏五，哎，是无数劫来的，是吧？俱生我执，迄不是分别执啊。那么恁，我问恁，无数劫以来，咱是不是相爱上？相爱我啦！啊，像咱那相爱我，啊，无数劫以来吼，咱都唔知无自信啦，所以吼、哦，一定会变作。名言自信有了，啊，名言自信有的我与取啊，啊，这我与取的上帝跟你讲的对啊，所以咱要去这个五慢之后，我都自他平等，哦。啊，自他平等，佮突破了吼，靠我都自他不二。所以自他不二哦，叫做法身大士。哦，因为我拢无啊啦，迄、那个妄心的我拢无啊。啊，所以真悟出来，那叫做发心大师啊，好、哦。要安尼以前哦，爱经过才通啊，啊才圆啊。哦，啊圆的原因就是因为明啊，所以圆啊。所以神通甲明啊，神就通吼甲三明啊。六通就是二地通啊，二地就是，我
我比一个问您啦吼，比如讲吼，老人问咱讲吼，我是不是适合出家啊？啊，山内吼要出家到年限，啊，这是一里四啊，一二地啊。咱拄啊，就问讲吼，一禅庭能不能成佛？那是啊，一里四嘛，对吧？啊，即摆老人问咱讲吼。啊，咱是不是适合出家？啊，出家到年限，啊，这边一里四啊，一二地啊。在一二地啊。因为胜利地跟世俗地，一个代表出世啊，一个代表啥世间。所以出世跟世间吼，爱相通啊。啊，尾啊吼，你输在当硬的，所以叫做，所以这叫做啥？圆通法啊。意思就是讲吼，你要出家会使啊，你的价值观变了未？价值观变吼，无适合剃度啊，无变啊。价值观若无变吼，无适合剃度啊。为什么？剃来，你甲剃了吼，你都爱吼，逐工吼为提心吊胆。啊，他这当时的幻想啊，啊，这当时的幻觉啊。所以，有一个观念爱有啊，嘿，唔是讲吼童真出家就未有问题啊。啊，最近发生的是不是有的拢食酒会就发就出家啊？对，有那些出问题，就是什么情形出的啊？啊，就是伊的价值观无变过来啊，转无过来，这转无过来吼，你就是无娶某吼，啊个囡仔童真都未使随便提啊。所以不是哦，看人迄囡仔啊，甲你和尚师父阿弥陀佛，我咱就怀疑个讲，哇，这个都甲天在偌好诶！我讲你莫有这款冲动啦，小动咧，你互伊较大汉一撮吼，看清楚个。不是讲，这囡仔吼，啊好好啊，甲。好啊，甲栽培较大，哇！哦，这要栽培，毋知趁早，是啊，是栽培趁早问题。但是吼、哦，你要注意伊的累世啊。因为迄款也是迄个冤亲债主来入去，伊十几岁出家。啊，拢其次啊！你要注意个累世啊！这累世累积了安那？所以有那时啊吼，伫这个情形吼，迄紫微斗数就小可有效啊！因为迄一出来了哇！迄三方四正的青秀，那拢足绿的吼，我讲迄你莫提啊。因为迄中间会变卦，啊，你都要逐天吼提心吊胆。一定会变卦，因为吼伤绿啊。啊，累世吼作业多啊，啊累一摆啊，哦，所以讲称这是胜利地出世法。刷咧吼，那讲吼讲，哎，我是啥物年纪才会当出家？我讲啊，趁早。
就是你政治袂歹吼，你想我出吼，嘿，这，咱嘛是头疼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吼，这生老病死一定拢会出现的啦。但吼，但伊男性年纪甲你差不多，就比你比较侪岁，安尼是免啦，要替来做伊的使者。啊，这是伊出世法啦，伊世间法啦，伊世间法啦。所以吼、哦，有足侪这世间的应书吼、哦，你这二弟李氏你拢安，你要足清楚的才会使。啊无吼、哦，我讲啊无叫做不如死之苦地。哦，到底是要替来起烦恼的，还是吼、哦、要替来惹麻烦的？哦，所以圆通法，那熟练以后会当变总持啊，就是才出来。啊，这款法吼，法持嘛，总持，会当让你吼明心见性。但是吼，你明心见性以前吼，这法持会当让你吼注意去做这样工作。修心是要修得一单呢，就是，哦，啊，这话得相当呢，啊无安尼。这样啊，用什么行啊？用那行最后修行用行会当给你吼开悟啊，啊，不过吼，你啊先做吼，爱看悟啊。这还是先看我，所以无量哈、哦，无量三摩地等啥的无量哈、哦，陀罗尼。阿婆，我那时啊，咱你也讲，嚯、哦，哎，大乘的经典内底，喏，写这么多三摩地，写这么多陀罗尼，啊，这他记会煞，迄免记啊，迄是安怎来？迄累积来啊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这先知了吼，你较知啥物叫做密教啊？这自他平等的意思就是讲吼、哦，咱的心明了的话都吼，心未明吼，这一切有情母吼，会感觉未出来。一切有情母是啥意思啊？专门无甲当作是自他。咱即搭遮毋着比，咱遮毋是厌亲平等，对不对？迄是肉眼呐，
肉感的感觉。为什么啊？因为吼，真正获得制还未完全出来啊。迄是干啦，肉感吼，还佮甲血感。哦，互咱知影讲啊，未使有这两个分别。迄所以呢，怨亲是肉感呐，等舍是啥血感呐？但是吼，真正迄个获得制还未出来啊。啊，就是吼，这个一切有情母的感觉还未出来，所以明了吼，一切有情母的感觉才真正有出来。迄个时阵吼，自他还当不恶啊。哦，上面也是一切有情母呢，就是讲吼，无始劫以来吼，甲咱有缘的众生吼，根本吼都捌。捌做过爸仔囝，甲母仔囝过啊。这主人吼，你得甲当作吼，家己的亲生的吼，从几处啊？有自他吼，还够想。虽然自他平等，但是还够想。为什么？因为七还未无去的，都七无去吼，自他还不恶啊。所以吼，六地还够有相形的，八地吼是真正无相形的。为什么啊？这个五蕴，哦，拄仔才呼掉的，因为五蕴全无去啊。完全无去，表示吼乌魂完全无去，乌魂完全无去吼，诶，看众生就完全清楚啊，表示迄个镜完全无尘埃啊。所以吼，伊甲咱的因缘，你就会足清楚，迄叫做一切有情母啊。哦，这有次第诶。虽然理顿哈，但是哈事行要什么见呢？但是哈一定爱哈则相通啊，二谛要相通啊。为什么？二谛是所缘境嘛，理事是啥？事行要入心的嘛。再来就是菩萨到发心的时候，伊法都千百亿化，所以吼，都唔是世续生呐。什么处啊？欲处啊？见处啊？这该禁啊！来，我予取。这个吼、哦，凡夫有啊，这个这吼、哦，外道有啊，所以这款的。这款的初闻也无去吼，一定是啥业报心呐？业报心吼，都不是应心呐，不是应心吼，伊无多千百亿化。所以人的这款初闻无去，千百亿化才会造出来，因为一视线的是啥应身呐，不是业报心呐。意思就是讲哦，伊个身躯顶管哦，无业啊，无冤业，
所以吼、哦，要修甲无愿意爱累积面。爱累积足够面。哦，遐爱吼，遐啥清净庄严吼，累劫修来的，所以我都千百亿化。啊，什么是千百亿化？我讲您听。比如讲吼、哦，你过去时，你若甲达摩祖师有缘吼，伊会用达摩祖师的佛根甲你沟通，沟通啊。啊，你若甲智辩禅师有缘吼，伊智辩禅师佛光会落来甲你沟通。啊，你若一修和你甲一修和尚有缘哦，一修和尚的迄个佛光会落来甲你沟通，迄叫啥？千百亿化。不是这个应身无同哦，应身拢同款之类哦，色身拢同款啦，只是多来佛光无同啊。啊，现在那有这多来佛光无同，因为一是法身嘛，一是法报身嘛，法报身吼、哦，应机的功夫都一定厉害嘛。安那来善分别来嘛，所以人的千百亿化是安那来，绝对是无始劫以来哈，众生有病我则有病，众生无病我就 OK， 安那连出来，这个叫做功德啊，安那。安尼咁了解，所以恁想看卖，那敢那二圣甲大圣吼，大圣我都千百亿万，啊二圣我多，安尼吼，恁爱大圣还爱二圣，啊？大圣当然嘛爱大圣，他这只伟大的代志，你未爱？所以我就讲吼，你一个修行人，你的价值观啊，完全无改变过来吼，你唔知啊，伊的价值偌悬啦。你若一个修行人，你若知影修行的价值偌悬，啊，你世间的物件靠我动你的心嘛？是不是这样？所以那不叫我都正念，啊不叫我都吼、哦，那个真上欲加啥加无间等，真上欲只啊，无间等的只啊，你这样的愈清楚。这款的力量就愈强啊！啊，你这感觉若无遐大，啊，你这个力量你就无够遐强啊！哦，啊你这款代志你碰得到，你爱感恩唔免啊！足济人。足侪人无法度碰到这个一面，哦，嘿，所以迄叫做三种神变教授。
因为你若碰到菩萨，伊哦视线身边来给你度，哦，迄你都要做感恩呐、啊。为什么？因为碰到有缘的人嘛。啊，而且你个听会落去啊。即有一届吼，我启蒙的善知识有问我，我讲你敢知影我讲的话，你哪拢会听？我愣了一下，讲对吼，我父母讲的话，我都不一定会听，我是安那会接听伊话。哎，才甲讲吼，讲吼，咱已经有一清世一面啦。啊，所以呢，伊会互我感觉讲，哇，足熟悉的啊。你若碰到一个足熟悉的人，啊，而且吼，对伊的感觉阁足好个，安尼你会听伊话袂啊？一定的嘛。所以，伊所讲起来教诫甲说法，你会听袂？伊甲你啥物仔动起来，你会动袂？一定会嘛。所以吼，有人唔知我是安那奈出家遐紧啊？就因为安尼吼，互我出家变足紧个。视线神变，这里法身大士千百亿化厉害呀、啊！所以这个法身大士吼、哦，都有一款功夫，叫做功德啊。他们在达摩祖师供两亩地无。咱每一世来这世间，你若对这三宝有法度尽信，啊，咱是不是就会当服家己的妄心啊？所以信服嘛，无妄心要哪服啊？咱就因为尽信理，尽信理尽，所以信服嘛，理敬所以服嘛。所以就变作伊讲的物件，我最爱听啊！而且哦，讲的拢哦，食到这段唔捌听过啊，所以我也最爱听呀。啊，最爱听的时阵吼，有那时啊会看手表啊，偷偷看。为什么？因为当阵吼，也够有亲朋的障碍嘛。啊，其实迄嘛不是真正障碍，就是讲吼，有那时啊，你时间到爱等去啊，啊奇怪，啊这个人太。他会走去对，拢还袂回来。啊，所以亲朋的烦恼啊，啊，咱嘛惊亲朋烦恼啊，啊，所以拢会偷偷看手表啊。哇、哦啊，时间差不多啊，无回来吼、哦，迄个厝内人个已经吼、哦，已经心光火了。会惊厝内人担心嘛？啊，但是吼、哦，咱阁唔敢吼，会做面看看啊。怕说远啊，人我当在讲话，你在看表还是安那？所以我有那时啊，讲到长吼，长热衷的时候，你莫看表啊。安尼吼，安尼我讲啊，好啊，无下课啊。啊，咱个偷偷看，咱个唔敢看，看到吼。啊，结果吼，咱偷偷看，伊随知啊，随知了吼，哦，佫讲佫较好听，互你听。讲较好听，咱就因为吼、哦，术士可能有一款因缘，人讲吼、哦，修行一定要有术士的根基。啊，所以一听到迄法遐好吼、哦，吼、哦、又搁最爱听，啊最爱听以外吼、哦，搁担心厝内人烦恼。啊，但是哦，你咧烦恼的时阵，伊搁讲如何听，互你听，我也想讲吼、哦，我这无听到，那损失就大。我讲啊，规气啊，我插伊啊，反正听就是啊。啊，就因为安尼吼，我甲你讲，我甲亲朋的障缘都断了。
所以我出家太紧，哎，了解吗？所以哈、哦，法身大师厉害吧？哦，所以我今麦讲个密教，什么叫密教？您听，都因为哈、哦，我该讲，因为哈、哦，一具足哈、哦，明呐、啊，所以跟你对谈的时候、哦。你先顾偌济冤亲债主吼，啊，术士安那伊拢会知呀。啊，知的时阵吼，虽然伊家你咧讲法啊，心咧甲冤亲债主沟通，沟通讲啊，你得放，你暂时放伊一下，啊，回好啊修，啊好啊修了吼，以后唔只我都功德回向你，啊，你也解脱，伊也解脱，啊，煞咧吼，歹势讲，哎，我冇功德，因为吼，我甲恁两个拢斗起来。安尼了解吗？这个菩萨厉害的所在，啊你若无记足名，你哪有法度安尼啊？所以吼、哦，有人未了解讲菩萨要为众生扛业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人想讲，个人业个人了，靠可能人也人有法度替人担业吧？菩萨哦，在从中调停的时候，就变成第三者介入了嘛。你了解哦，但是吼、哦，敢袂使偏一边诶，袂使啊，偏一边反界呢。嘿，诶，众生都有佛性，你哪会当偏一边？但是是安那，是安那转变这事实诶。伊都该沟通，啊，你都小放伊一下，啊，回好啊修，啊修了以后来行你这個、啊，来消这个怨。啊！冤亲债主有听落去无？当然嘛，有好的菩萨亲身来，诶，偌柔和的。但是吼、哦，谁人爱打着剑呢？啊，你得保证这个修会起来，啊，这个修无起来吼，啊，大海啊，我欠你。这叫做吼、哦、为众生扛业。但是吼、哦，反过来，如果修得起来，哇，我跟你讲。功德跟威德力就是这样出来的，不止清净庄严累积修啊，累积吼、哦、无量的嘛，度化功德啊，所以这款度化功德是空啊，是不空啊，不空啊，所以叫做不空如来藏啊，所以伊的神咒的力量就足强啊，为什么威德力出来、啊？道化的威德力出来，啊！以后这神咒的必在无量陀罗尼，所以在无量三摩地的出现无量陀罗尼，安尼了解哦。所以那早晚课来都有啥？清净庄严累劫修，过去正法明如来，现前观世音，宣说圆满神咒。现前观世音，感官是啥？感官是视线的，其实是啥？佛啊，安尼。阿咧知吼，哦，过来就是吼，真正咒语吼，唔是起来台下顶，伫电视台顶广告的呀。啊，嘛不是哦，伫顶悬，伫电视台顶悬哦，教人安那比手印的呀？为什么？因为遮吼拢是啥印机讲的呀，所以较叫做密教啊。啊嘛，无得归去讲显教导啊，他就讲密教，是不是安尼啊？哇，啊他也无声音。所以密教开是就。就电视台顶讲讲的，为什么呢？应机嘛，这成就拢是啥？为着要帮助众生突破的嘛。所以你有这款病，我得用这款的咒语给你；你有那款病，我得用这款的咒语给
互你。啊，所以这手机有法度流通无？根本都无可能流通啊，为都应机的要哪会流通的呀、啊？啊！恁一定会问讲啊一般嘞，一般迄酒，咱看到迄酒意，迄是啥物？迄是可流通的。当然，迄嘛是有效啊。迄是啥？迄是暂时有效，暂时吼、哦，互你烦恼较袂起来。但是吼、哦，迄毋是完全针对你最难破的那个习气。所以密教的神咒最主要就是破你最难突破的习气。这样了解、哦、所以这款的咒语就是什么就要密传嘛、啊、并不是说、哦、菩萨令法你听好、哦、不是令法、哦，到无始劫以来为众生付出，太是令法嘞。啊，无谁那奈要安尼做嘞？谁那爱秘传嘞？我讲给你听，这咒语吼，实际上它都有它的某种力量在。啊，你想看吗？我若上电视台讲，啊，结果不是应机，啊，不是应机，你都无救的活子啊，啊，无救的活子吼，哪一些人会抓去啊？心无假的凡夫外道。也去抓，因为伊都还没开悟，还没开悟，一定会去学你的物件，学你的物件吼来做啥用？做伊的利益用啊！所以现在吼，莫犯吼，要复活外道遐，开愈来愈济，安尼了解吼。所以呢，你就电视台讲，到底是在利益佛子，还是在帮忙外道啊？阿弟，您听我，所以什么样的根基是禅的根基呀、啊？真谛呀、啊。什么样的根基、哦、是密教的根基啊？真谛啊。所以人家跟我禅密、哦、很像，可以吗？所以有很多这重要假犯、哦、没呈现出来啊、要当呈现出来吼、哦，你若无真正菩萨落来，咱要对灾，是不是安尼？无真正菩萨落来，咱要对灾啊！哦，这个最后就是讲吼、哦，我的启蒙善知识佮甲讲吼。我度你、哦、是最后一世的。我听着我哈、啊，到底是咱的已经安尼样呢？啊，无伊在伊开咱啦，阿未已经哦入圣位，都要敢绑嘞。哦，啊，所以哦，一则什么？一则。表示讲吼，伊那是到咱最后，啊，表示讲，咱已经，哦，啊，说嘞吼，咱希望吼，伊继续帮忙人啊。为什么吼？因吼，遮济锁子章还袂破啊。所以吼，一则喜吼，一则吼，希望吼。咱主因甲助缘吼，拢总记住啊！啊无吼，众生都在长夜无眠，无所吼依靠啊！有人吼写一条卡片话讲吼，啊，我是吼一位摇橹的人，然后呢默默摇橹吼，然后呢
载众生到彼岸。所以哦，哎，尴尬啊！本地吼、哦，要搁写吼，要搁甲恁讲吼，迄极地灭地到底要哪次第完成？还因为时间差不多啊吼，所以极地灭地到底要哪完成吼？等后礼拜，啊，恁大家甲我提醒一下。因为吼、哦，安尼吼，安尼咧看这次第才清楚啊。哦，敢那要如实之苦地啊，讲遮侪呢？哦，好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，同生极乐国。好，下课。